现在开始游戏啦。啊，新游戏。好，调亮度哦。我在想要不要调最亮啊？不要调最亮，我的眼睛好痛哦。它原始亮度是多少？这样子吗？100吗？应该不用调亮度吧？这样就好了吧？这游戏应该不会让你们完全看不清楚吧？我觉得调太亮眼睛不舒服欸，就这样好了。没关系，之后再调。可以视讯吗？不想欸，因为我现在没有穿衣服。在荒野的彼端，虫们包着尊敬与万习之情，叙述你的名字。没有什么能够驯服我们野蛮的灵魂，但您面对了挑战。在最苍白的注视下，您教导我们改变本能，蒙恩救赎。您赐予了昆虫和野兽一个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世界。啊，反正就是一个世界就对了，好不好？然后那个洗屏的，我只好先给你进个300秒啦。杜姑那一集吗？对对对，杜姑那一集有点不太行上传了，因为声音坏掉了。很抱歉，这是谁啊？这小米虫虫，小米虫虫危机。哦！啊！我要破茧而出啦！这是一个虫的故事吗？直播到几点了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好不好笑一跳啊！干，我这个没关掉，抱歉，这个应该要关的哦。我没设定好、哦。没关系，你们先看一下游戏画面。What happened？ 这样子啊，哥。What happened？ 我登录错了。那我等一下再设定好了。哦，我一开始是直接跳下来是怎样？哦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啊、哦！就抖就抖，为什么会变 follow 呢？显示啊，那我弄错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早知道昨天不要在那边乱测试东西。好了，这样应该有了吧？试试看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好了，这样应该是正常了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咱们继续。哎，我可以动吗？为什么我什么都不能动？哦，可以动，可以动了。哦，我是这一只看起来像骷髅头的人哎、欸。虫虫历险记，这是什么？虚空骑士？哎、欸，这可以打吗？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。这掉的什么东西啊？爆米花。打他掉爆米花、欸，爆米花可以吃。哦，好多爆米花、哦。而且他这个跳是要长按才可以往上跳，如果你轻按的话，就只能小跳而已。哦，设计的有点比较不一样、啊。因为他这个有一些东西都是可以直接攻击，还蛮不错的、啊。这什么东西？调查高等之物，这些话是单独说给你听的，所以我是高等之物嘛。你强大的力量让你从我们之中脱颖而出，所以说我很屌。凝聚你的灵魂，你将能实现其他虫梦寐以求的事情。好，透过敌人攻击可以累积灵魂，一旦累积到足够的灵魂，按住我们的 B， 好，可以干嘛？可以凝聚灵魂是吧？哦，哦哦哦，啊，这可以干嘛？
凝聚了灵魂之后，我可以干嘛？发明了爆米花。欸、所以说我是高等文明的虫就对了，是这样意思吗？那些会飞的小虫虫，全部都是啊低智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好吧，啊不是我说的哦，啊游戏说的哦，啊是高等文明的虫虫。科科，那个爆米花像是这游戏的钱。对啊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感觉好帅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有钱钱还可以往上打，那、欸、也可以往下打，也可以往下打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些都可以破坏，好好玩啊！哎呦，这什么？哇，原来这个是让你有额外的血量，是不是？那个两颗蓝色的，很像哦，很像我的头哦，下面的头没有啦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反正那是血量的意思啊。有玩过游戏的都知道，这个就是哇。哎、欸，啊，掉下来怎么办？可以二段跳吗？看来是不行。第一次玩吗？对啊，第一次玩啊。下面可以过去吗？欸、可以、欸。这个游戏有没有地图啊？地图在哪里啊？目前好像不给看地图、欸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什么？这是暂停。这个是什么？没作用。没有地图哎、欸。我这跳不过去啊！算了，不要跳过去，等下受伤。下面的头，脚趾头啦，在那边。哦，真的是，不要总是想那种奇怪的东西好吗？我为人这么的正直，高等植物他都在叫我高等植物呢，真的是，我是天龙人。啊。越过此地，你会进入国王的造物主的那个领土。跨过这道门，并顺从我们的法律。好的。阴思路啊、哦，阴思路，我可能会想要晚一点再发，因为最近要玩那个黑暗与灵魂，所以说可能会慢了点。目前我是打算想要赶快把邪灵入侵给玩完，然后再把阴思路放上来。打破，打破你！幻灭流星啊，这个已经好久了。这游戏的地图要用买的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死了吗？哎、欸，没死哎、欸。哇，我竟然离开了那个地方了。我们要去找国王，哎、欸，王国是国王还是王国？算了，不管了。喂，尼口镇，尼口，萧条的小镇。好萧条啊！请听。我去这里。我去这里。虫长老，你好，旅行者。恐怕这里只剩我一只虫欢迎你了，这么可怜啊！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城镇变得很冷清，其他居民们都消失了，顺着那口井，一个接着一个的进到那个下面的洞穴。在我们的城镇底下，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王国，它变成了废墟很久了。但他仍吸引着虫们深入其中，财富、荣耀、启发，那黑暗似乎有着一切可能。我相信你也会在下面追寻你的梦。好吧，请小心，那里充满着令人作恶的空气，生物会变得疯狂，旅行者们都会被剥夺原有的记忆。也许梦并不是那么美妙的东西。好的。啊，嘎啦 ，M 托诺。反正就是听他讲屁话。再见，虫长老。欸、可以休息、欸、这是存档的吗？欸、我坐上去，我上面的两颗蓝色的胆丹不见了，还我胆丹来啊！我两颗蓝色胆丹呢？胆丹奈不起啊！方舟第三季是拿来拍改版的东西啊！您最齐全的地图用品店即将开张，哦，这可能到时候跟他买地图吧，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地图可以看。啊、靠北掉下去了，三小，爆黑盆。哦，十字路口被遗忘的十字路口。啊！怎么了？靠，吓死了！小淘气，原来你在那个地方啊，这死掉了，死掉就趴那里了。凝聚，
凝聚是来干嘛的、啊？回血用的吗？被攻击然后凝聚回血，是这意思吗？感觉就超级感觉轻松小品游戏的样子啊！哎，下来啊！下来啊！啊，靠背，掉太下面了！哇哇哇哇，流血！所以说我只要凝聚，我就可以回血。哎，对，真的凝聚可以回血，自我的补血机制还不错啊。有个自我补血机制在啊，可是这也太远了吧？啊，就说不要洗了，哎，直接封锁啦！这个我已经看到你第二次了。有女朋友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你要介绍给我吗？我旁边有一台电脑，正等着我的女朋友来陪我玩游戏，你知道吗？这里吗？这回去的路吗？欸、不是哎、欸。哇，这是什么？不要过来！凶哎、欸！你看，这个又在洗了，哎、啊，直接封锁了啊！没关系，现在管理员都不在，我是不是老大？哦，在洗啊！啊、哦，你看这个在洗啊！哦，这么久没有开直播，大家都是啊、哦、想要被封锁那一种，对不对？啊，非常好，直接停权你啊！聊天室都是你的画面，都不会不好意思，就对了。管理员要叫管聊天室的人，他们现在不在啦。哎、欸，上面有那个虫虫，那什么东西？欸、好可爱哦、喔！这个什么，我可以过去吗？好可爱哦、喔！我要怎么上去那里啊？算了，看来应该不是时候到那个地方。黑暗光明哦、喔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说真的，哎呦，我不知道拍几集哎、欸。欸、其实要跟他们打不难呢、欸，就抓好距离，靠下去就好了。你看一看，那么简单，轻而易举。老头的角色好可爱哦、喔。对啊，他是一只高等生物的虫虫。呜、哦，我错了，补一下血。啊哎哎，碰到尖刺直接死啊、喔！哇哇哇哇哇哇！一个不注意，真的是太不小心了、啊。这边两只，还好它可以往上打，不知不知。幻灭流星哦，当然记得啊，当然是记得啦。然后这就是一个横向卷轴式的那种迷宫，在没有地图之前，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身在何处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等有一天我一定可以找到出路的。要去录影片了，加油加油，去吧，去吧，老头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老头，每天直播吗？不一定，我直播次数最近越来越少了，因为他忙其他的事情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欸、可以进去、欸。哦，好丢啊！这里黑蛋神殿。你好，在这里被遗忘的道路上还能遇到其他旅行者，真是令人高兴。你个子不高，但看起来很厉害。我是奎洛，我对未知的地方有些着迷。这个古老王国有许多迷人的神秘事物啊，其中最吸引虫的就在我们面前，一个巨大的石蛋躺在古老王国的这个残骸之中。这个蛋温温的啊，就跟我下面的一样温温的。它确实能散发出独特的气息，可以打开它吗？啊，感觉它需要三个很像某某东西才把它打开的样子。
我目前好像没有办法对它起任何作用、欸。哎，这个可能是之后才有办法解锁的东西啊。老头会买协议入侵二吗？一定会，你放心。我为什么要玩一代的原因就是我要接二代嘛，好不好？所以说一定会的，你放心。观察者啊，被我放生了、欸，抱歉。以后有想到再拍吧。以后有想到再拍。哎、欸，可以爬上去、欸，攀上，爬上来了。哎、欸、啊，那个店开了没啊？还没开。泥口镇，所以说我可以选择跳下去，也可以选择不跳下去，选择往右边走也是可以的嘛。哦，哦，简易锁的石门啊，这可能要解谜了。要有那个钥匙才可以开那个山洞的门。这游戏的意义是什么啊？就打怪啊，了解游戏剧情啊，就这么的简单。然后敌人是不是会复活啊？放弃吃饭来看你的直播了，先去吃嘛，没关系的，先去吃饭啦。这样子为了看我直播不吃饭，阿尼瓦北哇也不好意思呢，哎、欸，拍谁啦？哎、欸，他们都会复活哎、欸，刚刚才打过而已，现在全部都站起来了，全部都站起来了，啊，やめて，やめて。都还没有遇到类似 BOSS 之类的东西啊！啊，这里没有东西啊！好，那我走这里好了。这里看起来绿绿的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朝圣之路，圣朝的旅行者们穿过翠绿的荒野和真菌的森林，前往王国真心的城市。啊，好的，我们要前往城市了。原来是走这里。哦，哦，黑棉。这样叫我怎么打你啊？反弹！我一靠近，但他就这样子，怎么玩？不给过，不给过，还不给过哎、欸！算了，放弃，晚点再来。这里应该不是我现在该走的路吧？这是新出的游戏吗？这已经有点时间点了、欸，这个游戏有点久了。只是最近他有繁体中文，我就拿来玩了。啊！这小啦，痛痛欸，哼，莫名其妙被插一剑，还蛮痛的。我光看我都觉得痛。这什么？哦，灵魂。啊，这是要怎么过啊？我错了，抱歉。连这里也过不了，这个游戏连一个标准的方向都没有、欸，哎，实在是太自由了吧！啊，还有我一直处处碰壁、欸，好难过、喔。都要往下走了。哎、欸，有人，有声音。Hello， 是你。哇，当家子啦。嗯啊，你好，是来探索这美丽的废墟吗？不用在意我，我热爱独自探索，迷路后会找到出路的快感是无比可拟的。你和我都非常的幸运，我是一名制图师，快点给我地图。刚好正在绘制这个区域，你要吗？当然，30块哦，买了，30块对我来讲小钱，太好了，我终于有地图了。地图是很有用的，但它不会标示你现在在何处。如果你找不到方向，建议你去。我妻子伊塞琳娜吗？购买指南针。哎、欸，那我要往回走。我现在看一下地图。哦，我要买指南针，回去一下。我们要回到陆地上了，就是那原来那个是他老婆。或搞不好因为拿到这张地图，他老婆就开店了，是不是？
开店喽！什么时候要驯服生物？我下一集，下一集应该就可以了吧？不用急，不用急，别急，别急。走哪里啊？是这里吗？等一下，我连忘记那条路怎么走了。哎呦，怎么会在哭？干嘛啦？这么的哀伤，你出不来是不是？我被困在这里8000年了，我也没办法帮你啊！你站那么远，希望你可以交到女朋友，希望如此吧。啊，随缘啦，也就有没有就算了。直播到几点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大概10点多左右吧，2个小时。本人，啊，这里啊，我们要去买指南针。我们现在剩那么多钱，想睡，但老头直播重要啊。不会啦，会有记录档啦，我都录影了，应该不会再有阴鬼跑掉的问题了。到时候直接给你们看记录档。哎、欸，他老婆，我没事。啊，八分啊的。你来买地图的是吧？本来和你做交易的应该是我的丈夫，但没想到他又跑下去了。他偶尔会回来店里提供一些新地图，但我希望他能多花点时间在店里。我本身对贩售没有太大的兴趣，好吧？来看看我能卖什么给你。等一下，这个也太贵了吧！啊，这是什么？如果你想要将新探索区域更新在地图上，就需要这个长椅图针标记的、哦、休息点。然后买了之后，它会标记休息点在哪里。所以说，我们刚坐在那个椅子上是记录的意思吗？店铺图针标记哦，这都是来买标记的、啊。温泉，这都是来买标记的、欸。可是我比较想要指南针、欸。我们去收集一点钱钱好了，顺便去坐在长椅上记录。所以这到底是记录的吗？老罗直播才能现场讲话是没错啦。请问这个坐在椅子上是记录的意思吗？好像是哈。我很怕如果我游戏重开什么都没了，我觉得很干。里面的人物很像甲虫。对啊，就是他们是一个甲虫的一个故事架构啊。他们这都是一个甲虫的故事架构。我去下面打一下怪，赚一下220块买指南针好了。那边有下雨吗？没有，我这边雨停了。哎、欸，好难赚哦！给的钱太少了吧？哪时候莫名变成那个打怪练功的游戏啦？变成打怪练功的游戏了呢？算了，我还是先不要管指南针的事情好了。靠北啊！我们先刚乖乖的往下走好了。有空再回来买那个指南针也不迟啊。所以说，其实我们可以比较稍微去揣一下，说我自己的位置在哪嘛。现在就是在最左下嘛，就是这个地方。作者应该喜欢甲虫，或许吧。哎呀，后面那个背景好恶心哦！一定要这么恶烂吗？靠，这个打不掉。哦，抱歉了，跳不过去、欸。我觉得应该可以利用攻击弹上去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就这样。多赚一点。那个我吃不到。啊！为了那1块钱，好吃到了。哎呀呀！恶心的肥虫虫，会有直播记录吗？会啦，我都已经开录影了，不可能没有。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一个都给很多哎，说百草争奇遇，哎、欸，又是你，好可爱！喵喵喵喵喵喵！哇，说卡哇伊啊！什么事都没有啊！等等，你现在跟我开玩笑吗？
该不会那个是拿来解开那个巨大的那个石草吧？那个石卵，有可能哦。那个巨大的石卵，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的、啊。看起来就像是解那个石卵用的。好久没看直播了，嗨，你好，安安，欢迎来看直播。这怎么走？哇，上面好多、哦！这边绝对足够我赚啊，足够我存了220，是不是啊？靠我腰还是掉下来？手残了，手残了。而且重点是他不能用吸的，他都要自己走过去捡，让我有点困扰啊！啊，不是这样吧？我要回头啊！现在这不给回头是怎么回事？陷阱吗？感觉像是个陷阱。哎呀呀呀呀！やめて。やめ。哦。原来只是一个小房间战斗而已，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呢。好，我们现在有200多块了，我们可以先把前面这个打一打。这个，哎，莫名其妙打到隐藏房间了，すごいですね。还有隐藏房间可以打哦。感觉没什么啊，这只是绕一圈下来而已啊，略过战斗房而已。来来来，走，我们回去买指南针。那些虫好可爱哦，我觉得也蛮可爱的，说真的。卡哇伊。而且我觉得玩到现在啊，我觉得他的这个武器好像目前只有一种。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别种武器啊？有的话当然是更好啊。武器种类感觉好像有点过少的样子，感觉啦。不过只是刚开始啊，还不晓得后面会怎样啊。好恐怖，会吗？这游戏会恐怖吗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？我觉得还蛮疗愈的、欸，说真的，我觉得这还蛮疗愈的、欸。方舟会啦，放心，只是不会那么快哈。哎，安安，各位早。那个石卵上的角色跟脸好像哦，搞不好就是需要我才有办法解锁啊。这游戏有 BOSS 之类的吗？我觉得一定有。八分拿的。来了，这会不会是只能使用一次啊？收藏了一枚护符，装备护符来使自己更强大，强大的能力效益。装备护符，请在长椅上休息时打开护符啊。休息的时候。这画风好可爱、啊，对啊，还蛮可爱的。休息，然后在长椅上按什么打开？重点。嗯？坐在上面看地图，他没告诉我要怎么打开啊？哎、欸，啊护符嘞，哎、欸。啊，说好诶，护符李德里，李德里，护符呢？你搞骗！都无啊！长椅上按护符。还是我没有护符这种东西，他这个到现在还没有一个选单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说我买那张地图到底有什么作用？我来看一下键盘有什么功能可以让我那个 Tab 是看地图，超级冲刺是 S， 还有超级冲刺，快速释放。
物品栏按 I， 所以说我这个没有办法按我的摇杆不能按物品栏。哎，真的呢？那我用摇杆玩的意义在哪里啊？哥用摇杆玩的意义在哪里啊？对啊，我用摇杆玩就不能开物品栏啊？那我还是用键盘玩算了。啊呢，我后呢，请假。哎呦，哇 ，boss！ 哎呦呀，哎，莫名其妙就遇到 boss 了。其实还好嘛，就只会这样子而已吗？还会什么？还会什么？哎，怎么打不赢的感觉啊？能，结束了，拜拜。欸，那我可不可以这样重复打他啊？他给的钱还蛮多的欸。重复打看看好了。长按哦，长按就会跑很快吗？欸，他不会复活了，好可惜哦。我长按 C 键，他不会跑，他不会快速奔跑。可能是之后才学到的东西吧，算了。哦哦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哪里啊？可以找人物解锁石卵吧？我不知道哎，之后再说。有女生的声音，这声音我可以，可是看她样子我不行了。啊，埋葬我母亲，苍白又瘦弱；埋葬我父亲，双目紧紧闭；埋葬我姐妹，两两送作堆。等通通埋好，再把我埋葬。啊哈哈，你听过这首歌吗？这是我最爱的一首歌。你好恐怖哦！我们也可以唱，唱点别的你喜欢的。你先起个音，我再跟着唱。我敢说你的歌声肯定很美。对了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如果是来发财的话，看看周围吧，矿坑里充满了宝物。也还有很多呢，拿起稿子来挖就对了。我觉得你唱的歌比较恐怖啊，其他倒还好啊。好美的甲虫，不行，我觉得这个其实不行。糖糖先帮我记着。阿月好严格啊，我觉得阿月好严格啊。上去啊，好，上来了。嗯，我们去中间这里看一下好了。哦，这是送灵魂的哦，送灵魂给我哎，这么好，免费灵魂，我觉得不行啊，我觉得其实可以。你有 freestyle 吗？都应该直接崩塌吧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？快点快点快！感觉好像少了些什么。这干嘛啦？要掉不掉的欸？看来这里应该也没有我的局了，我要走了。这不是恐怖游戏，这是恐怖游戏，不是啊，这不是啊，这是一个。很无聊的一个游戏，欸，原来这是隐藏洞窟哦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往这边走，知道会有冲破地板的哦。原来如此，所以说呢，现在不是我该走的方向就对了。上面走过了，第一次看台，安安你好。哎呀，气死人了！最左边我们是不是没去过？还是我们没办法去最左？气死人了！哎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你就好好在那里反省吧。你这个地方好像没去过的样子。
抱歉，手残了。用键盘真的不是很好操控啊。这游戏好像死亡细胞、哦，差太多了吧？死亡细胞是武器种类很多呢，这只有一种武器而已啊。有差有差。啊，我知道那个地方要怎么拿了。我终于明白了。之前你试玩的游戏还会拍吗？不一定欸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啊。欸，这里没有会飞的虫虫哦。啊，有，这边有一只。我们先稍微把它引诱过来一下，这样子。啊，没弄到，再一次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这需要一点技巧性啊，才把拿到那个上面那只毛毛虫。先把这讨人厌的解决掉，然后再把它引下来。啊！屁事啊！怎么这样子呢？没有，我是要借着那只蚊子有没有，然后让我可以跳到那个上面的平台。我是想要这么做啦。我不知道我这个天方夜谭的想法是不是可行啊？不然的话要怎么上去？之后的事情吗？是之后的事情吗？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我就可以上去了。差一点，怎么还差一点点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。我要不屈不挠的精神，再来一次。可恶，距离没抓好。有点想放弃了，你知道吗？最后一次了，再不行，再不行，我就不要用这种方法了。我要继续前进。超级粉丝啊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要当我好朋友，有点太牵强了，真的。朋友不是说要当好朋友就可以当好朋友的、啊，是要经过各种 yes。各种时间的磨练，哇，哎、欸，哦，成功了，突然就有点空虚，然后至少成功了嘛。去看哦，哎、欸，这边是直接通到这里。如果啊，对，那个中间那个像大脚的那个，我没办法过去嘛，因为它会开盾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最左边也没办法过去啊，啊，到底要怎么办？再买一点东西吧。八分拿的。温泉。不知道先买哪一个啊？先买这个好了。反正都会用得到。好了，没有钱了。然后呢，我可以直接装嘛。哦，它是直接附和在上面的、哦。我看一下会变怎样。有用吗？上面多了一个毛笔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先休息了吧，回点血量。地图已更新，毛笔可以用来将西发现的区域更新啊！我知道了，我了了，我了了。所以说它是有毛笔会自动更新啊！啊，这个东西一定要先买。到面会超有用的，用跳的前进，因为我觉得走太慢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呢，你看它更新好完整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终于有进展的感觉。所以最左边没有什么东西啊，右下角是矿坑啊，然后我想一下、哦，
我们可以试试看最左下角吧。最左下角吗？我们去看最左边好了。我有点忘记最左边长什么样子了。哦，原来这里是他们的双亲哦。哦，哇，很开心，丢钱给我这样子。喂，你帮我找到我的子孙，还有吗？多丢一点啊。原来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说我们还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我们还有十八只虫虫没有找到。天啊！我这里还没有走过哈，没有错。跳跃下可以攻击，可以在尖刺上跳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到时候再试试看好了。我们先来这个地方。你看这一次拿这个东西用的、啊。的，然后这里就过不去了，这里可能到时候需要用什么飞药之类的，大跳药，左右手啊啊！我的左手跟我的右手都是我的好凉拌，真的是好凉拌，用过的都说赞，月老都是仔仔。哎、欸，这里，哇，这是怎样？温泉可以直接回复灵魂，那、啊、可不可以存档啊？又更新了，又更新了，又更新了呢。你妈不会影响你吗？不会啊，我妈不会影响我啊。不是说要拍方舟神医保健模组吗？啊，就时间瞧不到哈，怎么拍？有之前有讲过啊，但是就是没有瞧好时间啊。你要知道玩多人这种东西困扰就是瞧时间了。你有空不一定他就有空，对不对？当你没有空的时候，他就有空。啊，其实玩多人就是这样子啊，时间瞧不拢，怎么做都做不好啊，很麻烦的、啊。恶心，这么大的幻肢，就是 R20， 这么多 R20 是要怎样？受宠若惊了，不要弄我，我给你我的电话号码，不要啦，这样不太好吧？你还是留着吧。等一下有人打电话给你，不要怪我，你自己要留在聊天室上面哦、喔。聊天室溜起来，溜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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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虫的声音好恶心哦、喔，死掉的时候会有这，感觉就是很臭的感觉，可以不要放臭屁吗？我觉得这应该是要从下面上面下来。这游戏有镜头吗？一定有的啦，只是我还没到而已啊。你到底是怎么剪接的？新 YouTube 啊、喔，这个很难去定夺呢，因为基本上每人剪片方式不同啊。我的剪片方式也不一定适合你啊，好不好？这是很难去下定论的、啊，而且剪片没有一定的标准啊。有的人喜欢上字幕，有的人不喜欢上字幕嘛。像我就不喜欢上字幕啊，就这么简单。每个人想要的都不一样。呜！哎呀呀！贪吃的后果，靠腰嘞。老头平时做什么？就打电动啊！哇哇哇哇哇！这里不行，我觉得不行。太严格了，聊天室黑了吗？来，我来处理。我真的很想要换聊天室，你知道吗？每次都这样子弄我，应该要有了吧？没关系，有黑了你就跟我讲，没关系，稍微调整一下就好了。
好了，又有了。这种东西，我觉得不行，太严格了。那个 R 20，堂堂先帮我记着。太好了，有个存档点。这里有什么？调查一下。带有多重，那是念多吧？是不是多重标志的投币机？要投入50吗？投看看好了。干嘛？哇！不是嘛？等一下，门开了是这样没错啦。啊！哎呦！哎呦！等一下，这是干嘛？你好，小伙子，我好久没有听到铃声了。铃声回荡在多重隧道里面，呼唤了我找到了你。这些年来，我变得僵硬又疲倦，还忘记了很多东西，但铃声总是呼唤着我。哦，反正就是传送门的意思啊，是不是？付钱就可以传送。付钱可以传送。那跳上去。我怎么跳上去？我跳啦！跳到台上，给我个指示，我们就出发。我跳。哦，是这里啊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啊，回去要不要钱？试试看好了。哎，好好玩哦！在隧道里面奔跑。所以说这里会通到哪里呢？大哥，下来啊！我们看一下这里会到哪里哈、哦？只要付开战钱而已，真的。哦，这里是哪里？哦，原来是这里啊！哎呀，那我可以刚好顺便买一下道具了、哦。我们现在有197块，看一下你有卖我什么。八分拿的，这是标记长椅的位置，重检的图针，可以追踪他们。重检，这个是店铺，途中发现任何有趣的虫们。那我要买哪一种比较好呢？啊，这是那个过站的旅行点的那个图针，温泉图针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买旅行点的，因为这样会比较方便，我们才知道那边有没有。先买这个再说好了。哦，我觉得这个以后会比较方便啊，这样我们就知道附近哪里有传送门啊。简单来讲，它就是一个传送门的意思啊。哇，那这边就写了。啊，先买这个再说。录完了，哦，录这么快啊！新品种野马大多虫，这会剪成精华吗？我应该可是直接记录档吧？我可以进精华吗？你要帮我剪也是可以的，啊，会非常感谢你的。但是要跟我讲，你要剪我的影片，好不好？这个要跟我说，哦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又发生了事故的伤心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小夏你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故？欸，我们上面是不是还没有走过啊？欸，不对，我们走错边了，我们应该要往下走。欸，这个声音是那个虫虫，是不是？我有没有听错？虫虫在附近。我听错吗？这也不给开门嘞，啊，那边有个开关。卡键，每次录新入股都出事故，可能你还不习惯，习惯就好了啦。儿子干嘛的？这是出去的路是吧？从这边跳上来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。这只是一个节点而已啊！哎，要死了要死了！
No。在哪里啊？啊，在这里。听到声音了啦，有没有？我是不是很厉害？有没有？我超强的，听音辨位呢，高手高手。突然觉得很佩服我自己，太强了太强了。出了事情不是不习惯，而是游戏怪怪的。你要拿盾？哦哦哦哦！这家伙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我靠！我靠！这个有点凶残啊！怎么办？只好多杀一点他们，获得一些灵魂了，补下血。哎呦呦呦！再杀这一只。游戏怪怪的，你可能有按到波瓣吧？我觉得，我思考了一下，你可能按到了波瓣。哦，嘿嘿嘿，会往上哎，好厉害哦！哎，没有那么好打了，没有那么好打了。开始他们都会有意识的举起他们的盾，有没有？还真有趣啊！哇，举盾大哥哎，大哥大举盾了。老头觉得黑暗与光明不输方舟嘛，我是认为他还有潜力啦，我觉得他还有那个潜力在。我觉得还有潜力在。我的天啊！这里我都还没来过哎。哦，原来就是这样子的。啊！别闹啦，是谁在那边那么多这个卵啊？我难过，可是是心梗，真的吗？博奥特四啊，博奥特四，我基本上没有打算要重录了、欸，因为那个有点久了，而且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时间跟心力重把它完成啊。我是曾经想过要把它重录，把它录完啊，但是。后来又有很忙，很多事情要做啊，很多新游戏要出，我真的觉得好像感觉自己玩玩，自己把它玩玩还差不多嘞，我就这么认为啦。老头这手术单身几年了？不告诉你，这是干嘛的？调查有插槽的门，我可以下去吗？我会不会死掉啊？欸，不会欸。哎、欸，这就是列车哦，感觉就像是一个列车啊。这是一个列车的概念哎、欸，只是我们现在进不去而已。好，记住了，这里是列车。这什么游戏哦？虚空骑士啊，一个很打发时间的游戏。我就觉得还蛮打发时间的啦，就是各种探索，你知道吗？未知世界的地区这样。那像我现在到哪都不知道了，这就是干嘛？哦 ，Hello， 我打他不这样？哇，格鲁兹妈妈，妈妈不要妈妈，哎哎哎，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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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妈妈你好，哇！不行，补血，补血，补血！赛亚人集气法，我很生气，我不能集气了。原来这是 BOSS 战啊！哦，还好嘛。啊，好臭，好臭！挂了，挂了，挂了。啊，门应该开的吧？该开门的吧？哎呀！哇！死掉不死？放屁声！啊，终于门开了，还好还好 ，hold 得住 ，hold 得住。安安，好久不见，你好。
这是妈妈的爱。阿斯，妈妈的爱啊！好一个妈妈的爱！这里有什么？哎呦，你是谁？奥罗，你这白痴！你把钉剑挥得好像棒槌似的。哎，我们还要走多深？什么？你是谁？我明白了，这座古老的城镇，因为奇怪的梦把我们带来了这里。如果你没有发现我，我想我永远不会醒来。斯莱，我是斯莱，平常都在尼口镇过得平静的生活。这些废墟空气不适合我们，还是回去吧。所以说他们是被控制才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一直被做梦是吧？所以说我刚刚把他给摇醒了，所以说他等一下会回到地面是吧？然后他可能会帮我一些事情之类的吧。哦，然后他等下应该就回去了。Devilin， 闭嘴。虚空骑士下载网址，这游戏要钱的哦，这个要钱哦。哦，这下载是下载不到的哦。哦，原来就是往上走，往上面。我现在还没找到长椅，我没办法标记。没关系，我们再走看看好了。这边下来，不要叫，不要，不行，过不去。我有一种奇怪的声音啊，是你吗？好像是欸，打死他停止笑声了。所以说这一次打 BOSS， 然后遇到斯莱，然后就没事了，这样。宝贝儿，哎，这可以打吗？不行。今天没拍阴尸路哦。对啊，我想先把邪灵入侵给拍完再说，不然太多影片要出了。邪灵入侵先把它完结，先完结咱们的邪灵入侵啦，然后再做阴尸路。哎，这里我们没有来过哦，来看一下。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电梯。欸，我进不去了，这是为什么？门没开，不给进去。好吧，看来又是死胡同了。所以说这里是没办法走的。然后我们搭一下那个，虫兜，然后走回去。走回去之后，我们看一下 陆地上有什么改变好了。先这样试试看。哇，这么大，恶心！哇哇哇哇！不要闹了。这里也没事啊，走这里吧。对，走这边。帮周，哎呀，不要一直问啦，烦死了。一进来就是一直问帮周的事情，每个人各问一下，我就饱啦。哦，可以更新了。看看啊，右边已经没有路可以选择了，左边也没办法选择，左边那个是个电梯，但是它铁门卡住不让我过去，所以说我们只剩下之前那个墙壁都是尖刺的地方。有观众说用攻击可以弹上去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先到地面，我们先上去地面好了。哎，不对，右边上面有一个孔。右边上面可以过吗？去看一下好了。右边上面，这里吗？是不是这里啊？不是，再上面一点。
这里吧。对，这个地方我们还没有进来过。哇靠，这里超黑！哇，三小，吓我一跳。哦哦，有点恐怖。这里根本是没有电力啊，然后这里也不能使用，怎么回事？有点恐怖哎、欸，还是离开这里好了。好，所以说这里没东西。